大家好，大吉师今天分享这一道料理，在我心里是属于阿嬷级的美味，跟阿吉师差不多年纪的应该也都吃过。小时候回到阿嬷家，阿嬷最爱煮这一道茄子青鱼面给我们吃，因为它简单又超级好吃。五花肉先用小水的油煸香，再放入香菇炒香，再加入喜爱的配料，贡丸、鱼板都可以。再加入画面上的调味料，影片最后有食材比例可以给大家参考。稍微炒出酱香气后，加入适量的水煮沸。泡香菇的水也记得加入哦。这个时候把青鱼罐头稍微的压碎，等汤煮沸后倒入茄子罐头。你看这茄子风味的汤头看起来是不是很美味啊？再放入面条煮熟，最后放点白菜煮软，美味的茄子青鱼面就完成了。这茄子青鱼罐头的做法，煮成米粉汤或煮粥都超级好吃哦。希望你们喜欢阿基师的影片分享喽。